在各类关心，送在热带的讲隐私，有一对情节对演，一阵起的天色茶泡杯执权，一种的茶杯准备加下放下来，调拿出上归上当，第二阵热处理就旺盛。反布公费联合费，今日早晨就许多反布数抗议。天色唔落天，十四日二十六年，全台湾抢去台北市，由今次情节对演，起的天色茶来一个执权，所以大部分的情节对演都会的。规模向的反警动作来做势，要安全，反战力，反战力，要安全，要安全。对全台湾各地来的清洁水公费，这种投反报数条件，现在江阴市一类乡田的清洁水业，投资群当中，对那些茶档哥点下来，送到当地去，经营过后希望各地公费上百，要求爱充实共赏。在回转的时候，哈，跌落在那个地上，所以经过四天的急救还是往生，是要求环保署给我们各基层工会一个答复。这十年的伤亡总共是6853人，试问各位，每一个月死一个，这十年每一个月死1.3个清洁队员，环保署这样政策后斗是不能站立人的。交通道路规则77条很明显的规范，相似框式后斗是不能转载人力的。长途银河民众看到太薄细薄的垃圾走出来，一方面各地当年固定的时间出不游，因此全台湾是由台北市实施停驶停点数垃圾，其他县市都是沿线来数。整个村员就爱上上下下来听情愿，同垃圾等于查度风险也难出游。希望各县市政府一定要设置这个专机，让我们的这个收集的点数减少，让我们的那个市民朋友在丢垃圾的时候，不因为一部车子停点了3分钟、2分钟，赶着要来丢垃圾，然后造成的一个伤亡。台北市定时定点的这个方式，那我们会可以研议，就是说其他的都会型的一个区域，可不可以来比照办理？那至于其他乡镇的部分，也许定时定点并不是很适合的方式，我们再来研议更安全的一个方式，来为民服务的同时，也能保护我们劳工的安全。头摆不是糖豆，有清洁水员现在工作超爽，环保署回应2020年清洁人员执行职务，希望案件对88年的21天扩大到9年3天，后续会同地方政府沟通，加强清洁水业专业环境安全防护设施。下个新闻，黄万仪、李丽丽台北报道。